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5.3 到 5.5 卡时大反转，水神复刻时间曝光，海灯姐新皮肤改动， 5.3 火神冰女强度超模， 5.4 到7新角色登场，布洛尼亚同位体来了。原神纳塔 5.2 卡池已经官宣，恰斯卡、林尼、纳维莱特、钟离也即将 up， 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而说起 5.3 火神马威卡、冰女茜特拉利及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5.3 卡池的相关消息了。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5.3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是火神马威卡、茜特拉利。有关于 5.3 卡池新角色例会公布的时间是在11月18日，距离现在也就不到三天的时间。如果不翻车的话，到时候就能看到火神、冰女的例会了。感兴趣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波。而说起 5.3 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，不得不说，版本还是比较多的。早期版本中有提到仆人莱欧斯利复刻，后来又很长一段时间是闲云、申鹤复刻。不过就最新一版的消息来看， 5.3 上半卡池是仆人复刻，下半卡池是申鹤复刻，只能说反转太多，大家看看就好。其中火神马威卡的定位据说是火后台副 C， 有协同攻击，类似于夜兰。冰女是护盾增益辅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后续的 5.3 版本中，除了第二期璃月混池的开启外，据说还有两款新皮肤的上线，分别是胡桃、重云，倒是和之前提到的夜兰相邻对冲了。之前提到的伊安山则是五星雷系长枪萝莉。 5.4 卡池的新女角色十到七人，少女登场大概率是 5.7 级以后了，而至冬冰神也据说是布洛尼亚的同位体。当然了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原神纳塔 5.2 卡池的新角色恰斯卡、欧洛伦即将登场，水龙王纳维莱特、钟离、林尼也即将复刻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等不及了呢？而说起5月3日及后续卡池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 5.3 卡池角色的安排了。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， 5.3 卡池复刻角色又发生了改动。最新一版的安排， 5.3 上半卡池是仆人复刻，下半是申鹤复刻。两位新五星角色依旧是之前提到的火神马威卡、冰女茜特拉利。这么来看的话，火神之前提到的闲云大概率是延期了。而说起后续的 5.4 到 5.5 卡池，就目前来看已知的新角色有伊安山、平姥姥，其中伊安山估计 5.4 卡池登场的多，平姥姥目前暂时未知。有关于 5.4 卡池复刻的角色据说是温迪、闲云这两位， 5.5 卡池复刻的角色是水神弗宁娜、莱欧斯利。不过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之前提到的5.3海灯节版本也会有三款新皮肤的上线，其中有夜兰相邻的新皮肤。不过目前来看，新皮肤貌似是胡桃，总的来说就是说法对冲了，哪个真哪个假就不知道了。感兴趣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。